妙法莲华经，简称法华经，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所说教法，属于开权显实的圆融教法，大小无异，显密圆融，显示人人皆可成佛之一成了义。在五十教判中，属于法华涅槃之最后一时，因经中宣讲内容至高无上，明示不分贫富贵贱，人人皆可成佛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也誉为经中之王。卷第一，序品第一。世尊放白毫一光，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放光现稀有事，光中出现种种妙境，天花缤纷而下，大地六种震动，象征着不可思议的灾害，一种因缘的启示，花般的妙法显现。在印度王舍城郊外，有座山叫灵鹫山。那一天，释迦牟尼佛被王舍城的阿瑟王及无数信众围着说法。真是日尊，四周围绕，他说大圣经明无量义，教菩萨法通说无念。佛说此经义皆加辅佐，如遇无量义出三昧，身心不动世事，天云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。今天世尊放白毫光，显稀有事，有何因缘？是啊，这一定有什么大事因缘。弥勒菩萨观察大众，皆不明为何。弥勒菩萨作是念：今者世尊现神变相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，当以问谁，谁能答者？哦，是文殊师利，法王之子，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必应见此稀有之相，我今当问。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，我有问题想向您请教。您与佛陀有宿世因缘，也曾经亲近供养无量无数的佛，你一定知道佛陀眉间
白毫放光所显现的奇迹具有的含义是什么？恳请您开示。伟大的弥勒菩萨以及各位求道者，请各位仔细听着。在很久很久无始劫以前，有一位日月灯明佛出现在这个世上，显现出与现在相同的奇迹，并且宣说教理。当时他所宣讲的法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也就是佛陀现在要宣说的一部经典。妙法莲华经。过去有日月灯明佛引妙光菩萨说大乘经，名妙法莲华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六十小节不起于座。尔时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节，为人演说。日月灯明佛八子皆施妙光，妙光教化皆成佛道，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。八百弟子中有一人，皓月丘明暗着力扬，虽父母读诵中经而不懂理，多所往生孤高丘明。山根因缘故，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，弘扬恭敬尊重赞叹弥勒那。伟大的弥勒菩萨，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呼：我身是也，求名菩萨入身是也。今见此瑞于本无益，是故为存。今日如来当说大乘经，名妙法莲华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我怎么都忘了呢？我们一起合掌仰望释迦牟尼佛吧。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。方便品第二，佛的全十二智，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舍利弗三请，世尊三指，三请三指，只为了依大事因缘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这个时候，世尊从禅定中安详地出定，并对舍利弗说：舍利弗啊。是的，世尊，弟子在。你想要知道佛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吗？是的，世尊，请您开示教导。舍利弗啊，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解难入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。这么难，看来以我们的程度是无法明白佛的智慧了。这么说来，不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了吗？舍利弗，如来之间广大深远，无量无碍力无所谓，
匆匆分别，悄无说出话言辞柔软，月刻中心舍离风，曲腰掩之无量无边。未曾有法空悉成就。佛陀，我们现在都渴望想知道这至高无上的真理，而且也衷心期望了解这诸佛所称扬的第一方便法。只舍利弗，不须复说。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为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颂，诸法如实相，如实心，如实体，如实理，如实作，如实意。请您看看这些敬仰您的信众，全都因此而感到迷惑的样子。佛陀啊，无论如何，恳请您教导我们，请您为我们宣说这部《法华经》的实相吧。只，只，不须复说。若说世事，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佛陀，弟子向您真诚的请求，请您无论如何为我们开讲这妙法吧。我相信与会的无数众生们都曾亲近过诸佛，他们的根性非常的勇猛，智慧也非常明了，如果听闻佛陀您说出来时，一定会深信不疑的。只，只，不须复说。若说世事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。增上曼比丘将坠于大坑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群聚在这里无数的信众合掌向您敬礼，正等待着您的教导，他们都欢喜地信奉并遵循着您的教诲，而您的教导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多么渴求听闻您无上智慧的法语，因为那是人们难描难绘的喜乐啊。佛陀啊，弟子舍利弗再次恳请您宣说这部经吧。舍利弗啊，汝以殷勤三请，岂得不说？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喂，听到了吗？世尊说，从前所说的法，意趣难解，声闻乃至不退菩萨都不知道。但是，我们一直以来闻佛所说的解脱意，我等已经证得，都是我们听过的呀，怎么还不知道呢？听到了，怎么世尊无故赞叹，做如此之说呢？是啊，我们不是都已经证果了吗？难道还有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吗？
世尊每讲一种法都有正德的人，真是怀疑，这有什么甚深难解的呀？世尊是说什么我们难解难入，若是究竟法则是为佛自知，若是所行道则40年来大众都是所共同见道，大家都共同闻道的，而且是大家都证得的。不不，绝对没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的。说此女士会总有比丘，比丘尼有婆舍，有婆夷无千人等，即从说我起，礼佛而退。所以这何慈悲罪根，身中积增伤慢，为德为德为真为真，用此事是以不住世尊。如是增上慢人，退亦加矣。汝今善听，当为汝说。佛陀，我们都很愿意，并且很高兴听闻您的说法。如是妙法，诸佛如来实乃说之，如幽檀波华，实一现耳。舍利弗，汝等当信佛之所说，言不虚妄。舍利弗啊，诸佛随意说法，意趣难解，所以者何？我以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演说诸法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舍利弗，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？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前世的清净故，出现于世，于是众生佛知之坚固，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无佛之坚固，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如佛之见道故，出现于是舍利弗。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，诸有所作，常为一事，欲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只为了一个目的，为了一件事，佛才出现在这世间。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，诸佛如来言无虚妄，无有余成，为一佛成。如来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，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开始悟入佛之知见。原来我们以前所听您宣说的法，都是含藏着圆满究竟的一佛成啊。一佛大事，诸佛法如是。
是知识，随意方便是不付诸一国，心生大欢喜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。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：503238588，503238588，户名：台湾燃灯功德会。大家好，我是疾病管制署苏家斌医师。连假期间提醒您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，不论在户外景点或室内场所，都要记得维持社交距离。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且会近距离接触不特定人士，请务必佩戴口罩。也请大家共同配合场地的防疫措施，并注意手部卫生及咳嗽礼节。连假结束后也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，如果出现身体不适，请佩戴医用口罩尽速就医，勿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并告知医师您的旅游史、接触史、职业别和身边其他人是否有类似症状。随时关注指挥中心疫情资讯，保持防疫警觉，共同守护健康家园。这个洗完之后啊，剩下的水我们可以拖地啊，或者是浇花，因为它这个也蛮营养的啊。那个擦拭地板也可以很干净，所以我们再次使用的话，我们也是一种水源的这种利用。哎，大家一起来那个节约，然后一起来做这样子。
生命电视台，精彩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你这个人决心不骂人了，那这个人正在生病，在咳嗽，你就该发言，我以不骂人的功德回向给你，他咳嗽就好了。这个佛教叫戒律的力量，受五戒让你生生世世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。佛教里面讲持戒发愿的功德，所以不管你发什么样的善愿，然后这个力量永远都在帮助的众生。这个世间同样紧的，各位了解这戒的力量，所以不管你过去做多歹，你专心持戒，那呢就发到不可思议。持戒可以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有漏生死轮回，而毕竟